你把这个这样子收过去，这个口罩是不能再用了。哦，不得了，不卖了。你们不能这样子卖口罩的，你这里的话，我这样我要报警了。啊，不，我要打120120了。不能。现在这样不能，你这样的话，你肯定会卖的。不卖了。看见没？这个穿黑色衣服的男的，武汉人，高烧39度4天，然后在我们医院看发热门诊，那颗开药没有药。下来退卡发脾气，你看摘下口罩咳嗽呢，故意变成里面咳嗽。哇，这种事是不是应该报警呢？老奶奶别看了，这是咱们村的无人机啊，你不戴口罩就不要出去，不要乱跑，记得赶紧回家，回家洗洗手，对吧？注意一下卫生，对吧？咱们村这么多人都说你都说不住，非得派无人机过来飞你。小朋友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别在外面溜达，口罩也没戴，赶快往家走。现在这冠状病毒多严重啊，快跑！走，边吃了几位美女，抓紧的把口罩戴上，东西可以回家吃。可能对全国各地的影响啊会小，这个结果没有这么严重，那么也会让党中央、国务院少操心。如果后面有加重的情况，关键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事情。现在武汉有几个大医院都开始，就是说把普通病人都已经清空了，专门收这种病人。今天五院可以收，再过几天那个普爱也可以收。如果后面有加重的情况，应该不收吧？濮阳人民今天还在，还清病，还在清病，还没清风，他说那抽一天。但是目前来说，我们屋里也不好隔离，晓得吧？那没办法。所以说这边你们医院也不收，在屋里隔离的话，屋里人都传染到，又搞大了，晓得吧？你想这么多人，医院哪隔离得过来呀？听过没有？好。他真的钱财，一个男的受不了，他只要钱的，把钱全部往地下撒，但是没有人去抢。No, we didn't check the temperature. We just passed the check passing. 这哥哥你厉害。你这防护的严，好，非常好。再开始，准备当中哈，器件啊，什么器件？然后把绳子放上去，把这个口子这里叠一叠，好，这就可以了，看到没？戴上去，好，相信全都。小朋友都知道了。
we can see is that all the roads have become deserted and there's very, very little traffic now around the area where we are.新人民医院，都咋了嘛？不仅医院啊。哎，好。咋你又咳嗽了？你从哪儿过来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八点来。你八点来？你这会儿你外地口音我都不拉你。干嘛？你去过武汉？啊？啊？刚回来。啊？我刚从那儿过来，我现在去医院了。你站一下，不中不中，站一下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站一下。你要打110吗？中不中？你打110。打110不了，不打110可能中。对。打110不了。对。打110吗？咋地嘞？那现在马上要去去公园去找人来，可能去找他不收嘛。你这两天来要拍个照好吧？你确定了？你得了那个病医院不少？咋怕咋？你把证拿下来，我拍个照。你们看到啊，湖南那边不要湖北的过湖南，对面是湖南，现在他们从水里面偷豆了，偷豆被他们拦住了，拦截了，你们看呐、啊。睡起来走亭的都别来了啊，所有外来人员一律免检啊，你俺村有证明把着。哎，那好像是到我屋来的。我不开门，我们今天不拜年不开门，快点回去。我们来不来吗？他们让我上来啊。来来红包。
哎，不要不要，快停回去了，把红包拿去，快去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快点走，我不想死啊，我们屋里人也不想死啊，你快点回去了。老了，哎哎哎，老现在我们的武汉谁来救？我们的中国人民谁来救一下？指望习近平来救我们吗？指望中国梦吗？我操！三点杀杀杀杀杀！哎，啊，我做起噶，嗯，哦，相公狗，点啊？有盘啲，有盘，哎，冚家冚家冚家，蚀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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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三个回收，我个妈，你狗！在大围的积福街有两个大陆人在这里捉紧二手口罩放紧入袋。阿姐，你知唔知啲口罩咧系好污糟噶？你知唔知如果你咁样二手咧，垃圾袋都执翻出嚟？我依家搵紧。你而家喺度抌垃圾咩？我唔见唔到你抌垃圾喎，我叫你分类喎，姐。我摆喺呢度。你知唔知而家咧嗰啲菌好劲噶？你唔好乱教啲香港人啦。我哋话我睇完医生，睇完医生，你执口罩睇跟住你执咗头先。我执咗，我抌垃圾抌。而家即刻抌啦！而家即刻抌啦！我依家都未抌。而家即刻抌啦！而家见到你即刻抌。我啲纸尿片摆埋一齐，纸尿片摆埋一齐，呢个全部口罩嚟噶。我抌垃圾啊！抌垃圾，你而家即刻抌咗佢啦！你而家即刻抌咗佢啦！不过望紧住你啦。望乜命住我？我喺呢度执嘢，我搵架子啊！你冇口罩定点啊？我有大把口罩喺度，我黐线啊！我自己有大把，我呢个垃圾嚟噶，你啲头先影住你啦，成袋垃圾喺度抄。我抄你架子啊！你癫噶你？系啊系啊，影住你全部垃圾喺度抄啦，头先。快有几多垃圾先啦、啊！你死仆街！你望紧啲话，你而家攞出嚟噶！你听出嚟讲嘢啦！你听你行开啲啊！你行开啊！架子啊！你行开啊！你行开啊！你行开啊！